连洗澡都会拍，啊？对，然后就是慢慢的，你就会可你能的那个是透明的吗？透明，但是会有雾，但是雾也就是，但它也不会，哇，当明星要交付这么多东西啊！但它不会，哎呦，它不会说拍全部，它就只会，拍上半身。对对对，就拍你的一个类似一个头。我们13年比赛的时候，我哦，们住对城堡，对，我你们们那个会有一直个直播，播。我们那个直播它这样，它全部都拍，只不过它那个就是那个脑袋以下，就上半身以下，它是有那个磨砂感的。而且这个跟身高也有关系啊，就是长得非常高的人会露很多。那就是就我就非常安全的，但是我就是发现录完那个之后，慢慢对镜头就会 无所谓了。无所谓，而且一开始就是那个节目也会偶尔拍到我的家人嘛，为了让他们不紧张，所以我要刻意在镜头面前，我就是要放松，对要放松，然带后着他他们们不才能紧张。放松，对，所以慢慢的我就觉得可能就会自然了，慢慢就感觉练出来了。而且是美真少的，年的感觉，更瘦一些，对，没可错。能那提手的，那个时候其实是蛮胖的。那个时候，这会是你希望放在社交软件上面的照片吗？不会，因为我其实不太会弹吉他。举铁的时候，但是这个举的铁不是很铁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小重量最怕的就是你小重量多次数练你的你怎么好像也恍然大悟？我以为你就是这么练的，我是练只是减摆肥，拍，只是对，摆摆拍拍。啊，身填自己高。想填的身高。穿个鞋，高低有1.0吧。体重，哎，我知道，我帮你填一个，你看对不对啊？哦，差不多，我觉得后面可以加个潜力股，往下降中。交友偏好，你希望对方多高？最好不要比我高。那下限是？下限没有下限。0到170。穿鞋172吧，好的好的，0到172。陪你走在川流细的人海，这座城市的节拍，就像一首歌的快转。很多故事。没关系，还是要继续。